今天来到台山县这边大埔水库旁，等一下我们就从这边下去。第一次来这边有点紧张，准备吧，走喽。快十二点了，肚子饿，停下来吃个午餐，等一下再滑一下就要准备回头了。快到了，前面那个绿光咖啡就是我们的目的地了。经常就是从那边下来的，花了三个多小时来回，将近十公里，应该十公里了。河面上有一只竹竿，很长呢。有没有看到？很长呢，非常长，横在竹。滚在河面道河道上，完全不会流动，可见这个流根本就是没有。本来早上要从前面那个桥那边下来，后来发现有三个大哥在那钓鱼，他跟我说旁边有个小码头可以下来，我探一下，果真比较方便下船，可以上下船的地方，我就从那边上了。这绿光咖啡他们也有个小码头，也可以让你上下船，但是你要跟他消费，消费不是问题的。我是他十一点才开门啊，我说我九点十点之前就开始滑了，对不对？很麻烦。去桥边绕一圈好了。哇，那边有一只大只的白鹭鸶，嘴巴是黄色啊，飞起来了，贴着水面飞，哇，好漂亮，真漂亮，要滑行到那边去。好，我们去桥底下绕一圈，然后就折返回程了。